八月是杨千嬅、刘若英、张敬轩、关楚耀、郑容、钟镇涛、谭咏麟等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暖流送四川慈善演唱会。又紧张啦，有啲期待啦，同埋有啲兴奋啊嘅心情。我哋今次都好开心，因为我亲身嚟到四川度，体验到佢哋一个新迎接新希望、新未来。香港又不是地震大，又不是说什么特别的有些大灾难的地方，我们变成见得比较少这些灾难。千嬅观看了精彩的奥运开幕式后后悔不迭，之后应该推掉所有的工作到北京观看现场的演出。有啊，我那天来得及回到家就是看那个奥运的开幕，我觉得非常感动，非常后悔没有去北京，因为我是有工作，如果我就是我应该就是所有工作退掉然后去看这样开幕，因为我觉得从打鼓开始的 opening 我觉得是很震撼。中国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地大人多齐心，我觉得团结那个力量就是很感动那个场面。奶茶也深深为奥运将全世界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精神感动不已，他对于开幕式上杨明牵着四川小男孩的手领队的一幕尤其印象深刻。开幕很精彩，我觉得那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全世界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我看到姚明牵的那个小朋友，四川的那个小朋友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个子不管多高大，然后或者是多一个小个子多瘦弱，可是大家全部的力量凝聚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那个让这次的奥运是更有意义。刚刚去到四川，孩子们一起观看了奥运开幕式的谭校长谈到奥运特别提到了刘翔，他笑说刘翔被观众所瞩目，现在压力一定很大，希望他能够替他减压。比如说呢，刘翔他全国十几亿中国人都看着他，然后就他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，我现在希望替他减压。